你今天怎么这么早下班呢？我准备赶上公交，迟到刚好被老板撞见。刚才是我妈给我打电话，我妈说你这个年纪还买得起车，当时的你走就是错的选择。老板都作为公司干了十年，每天还要坐公交，那就讨厌我们是因为真爱在一起的，你不要那个不连账的感情。我当场就拒绝了他，说我们住的太远，自己开车更好。喂，妈，你刚提这么远？今日他又送了一套公司附近的别墅。都有哪些菜？我说我上班不图多的，赚的钱够娶妻生子就行。这一场你怎么做啊？但是我说，我更希望凭自己的努力去争取。是家里老板给你升职啊？所以老板决定。公司的下一部电影我来做导演。哇哦，你老板需要追加投资。哇哦，那你怎么回复啊？我说哪怕你什么都不给我，我也会对公司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表明忠心非常好。最后呢？最后出人。难道他把公司送给你了？绝对是。快说啊，你让他把老板给我升职。吵呢，我也是这么说他的。哼！你好，这是你们张总的外卖，放前来就好了。你有什么吃的？那数啊，吃一个，他应该发现不了吧？有了，他带你的外卖。等一下。怎么了，老板？我点的麻薯怎么变麻花了？啊，被人家扒了！难怪有人在你外卖边上鬼鬼重重的。是碎碎。哦，那人叫碎碎啊。我现在就去查。我要不要给他买本字典？出来！是不是你吃的？怎么可能？你没乱讲啊？好啊，这都是麻薯味的。行了。吃了就吃了吧。哼，一定有但是。但是你不能排斥。小赖过生日请了一天假，他的工作你来完成。你是她好闺蜜，不会不帮忙吧？动手！别想一提接我。我还疯狂 KFC 呢。吃多少我付钱，工作是不可能工作的。我那个35。小钱。本金应该不多吧，老板？不多，就这么点。交给我吧，不过就这么一点嘛，就这么一点。我不听借口，方法总比困难多。真爱我这样。静香，你以为公司是你家？这是我们老板，跟家人们打个招呼吧。直播。公司把每位员工都当作家人来看，我们也非常脸变得真快。那家人们再见。你敢？待会儿跟我去王总那开会啊。啊，这薯片。人家薯片怎么了？哎，我还喝，我还喝。啊，这薯片已经放了3个月了。啊，怪不得空爱上薯条。什么？你不也吃了吗？我吃的是这个。这个是我准备扔掉的。不行，我腿软了。我呀，王总，这个会我可……放心吧，王总，我马上到。啊！方法总比困难多，进电梯了。为了双腿，刻薄的护工，这就是我老了以后的生活吗？朋友咋的？长得高点。朋友咋的？没关好，你们继续。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！下班啦。金星，看他做人了。金星在吗？刚才那句话是我在朋友圈看到的，是谁我就不说了。有些人整天只知道负能量输出，从来不会去想解决问题，你们扣心自问。第二句你做的好错的话还需要加班吗？终于有人懂我了。
好无聊啊，为什么前台要加班啊？我不知道你们这些人学是怎么上的，连个 Word 都不知道怎么用。静静，你也进来开会。你接电话没吗？下课了。你毕业快十年了吧？啊，青春！想当初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遨游太空的宇航员，而不是坐在这儿听傻逼。手机没电了，你们谁借我投一下屏？老板请呀。马屁精！你什么意思？啊？我的意思是，人靠衣装，马靠鞍。老板，你年纪轻轻穿这么老成干嘛？找财务吧。老板，你不能开除我，我家里还有两只猫呀。什么开除啊？我让人找财务把钱报销了。我一个老板怎么能让员工给我送鞋子呢？老板，以后我再也不骂您了。这个傻老板脑子里装屎的。公子见了你都得捂着脑袋钻回电视里。老板，就是有你这样偷懒的前台，公司才吸引不到优质的客户。王总，就他那点钱我都不稀罕。哎，渣子。王总，我不是说你投资少啊，啊不是，我是说反正就你一个客户，苍蝇多也是肉吗？不对，我是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我不是说你死骆驼，你马。你马，我是不是不该在这里？老板有话，该我上场表演啦！哎呀，王总来就来嘛，带什么礼物啊？这是我买给自己的酒，小小心意，不值钱。别骂了，别骂了。带礼物就带礼物嘛，怎么还带两份啊？这是我买给相亲对象的护肤品，这是明抢啊！还是王总贴心，这种水乳刚好适合我们老板这种厚脸皮。到底谁是厚脸皮啊？王总，这个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哪里哪里，你不收可就是不给我面子了。哟。怎么过期了？我得批评一下我的助理。大家都不容易，就别为难助理了，我处理就行。你就给他扔了？你就给我扔了？你们先看一下细节，我去个洗手间。我也想去。懒人屎尿毒。我也想去。对象。王总。什么啊？随便编一个。我不小心把门钥匙掉进去了。我们帮你找。啊，不用，也没那么重要。王总的忙，怎么可能不帮啊？都给我找，找不到钥匙不许下班。老板，除了A4纸没别的了。不可能。开三路。原来是这个门啊。